晴空万里，海边等你。美好的一天，咱们从赶海开始喽。今天的天气你看老好了，心情老得劲了，走，咱们去找海鲜。你们看这里有个派大星，嘿嘿，哇塞，还吸了石头呢。走，咱把它带回家做个标本。你们看这里，嘿，有个小家伙在欢迎咱呢。嘿嘿，哦哟，这么大个石斑蟹。这里啊还有个这样的派大星，有点胖胖的啊，这个可以做药材的，这个啊。家人们你们看，哇塞，这怎么还有个四个角的啊？哎呦哎呦，这个还没出来呢。好奇葩呀这个。你们看这里还有一个，嘿嘿，出来吧，嘿嘿，手里有双击的话别忘给老弟来一个，咱们马上直播喽。